被吹飞了。还好抓紧了你的头发，谢兰。刚才发生肯定和那个跟龙说话的怪人有关系，当然不正。哎，那是什么？那块大石头上闪着红光的，我们靠近一点看看。小心，他给我的感觉很不好。从没见过这样的石头，没法，只能知道它很危险，先保管起来吧。嗯，回收完毕。封神护佑你，我是西方骑士团侦察骑士，你不是蒙德市民吧？那么冷静一下，我们可疑人员都会这么说。嗯，还有这只吉祥物又是怎么回事？虽然是，但已经是最好的。总而言之，最近蒙德周围，这里离蒙德不远。哎，你出城没有？当然有，不过放，而且我也不能放着可疑人士不管。我向你们，好生硬的发言。你是对我们骑士团指导手册？来历不明的旅行者，你们来蒙德做什么？他在非常非常遥远的旅途当中和哥哥失散了。侦察骑士安博前来报道，好想跑一会儿步呀。我解决了手上的任务，可以帮你们在城里贴告示。说起来是什么任务来着？很简单的，等会儿你们看了就明白了。哎呀，是丘丘人，这种荒野上的怪物正在靠近城市，我这次的任务就是来清理他们的营地。
真难缠，还